我是肖恩，没错，你现在看到的是20年后的地球，曾经繁华的城市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就在20年前，不知为何那个氧气的密度突然间翻了100倍，导致我们周围的植物在一夜之间突然间变得西北的大。最致命的是这些昆虫也跟着变大，而且比我邻居家的狗还凶。军方很快就派出了军队去消灭这些昆虫，这种小型的昆虫啊，用子弹稍微还能应付，可是遇到这种大只的 Spiderman， 我们的子弹对他来说很像咕叽咕叽这样卖了挠痒一样啊，一点拉丝都没有啊。亚美德，不要玩捆绑，亚美德啊！在逼不得已之下，军方选择派出人类最强的战力战神奎爷，你就是我的爷爷了。做火力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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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火力剂。Very 的 easy， Spiderman 最强的失败。虽然说我的爷爷所向披靡，西北勾里看到一个打一个，可是，在某一次的征战中，不小心的被臭兵虫一屁股给压死了。就这样，人类就此宣告濒临灭绝，剩下我一个人罢了。在这个荒郊野岭，一个人苟且偷生啊！哎，爷爷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哭到很像狗这样，非常的凄惨。可是没有一个人安慰我，因为我是今后的人类啊。就这样，我带着悲伤进入了梦乡。金孙呐，你要振作起来，你得去寻找最强的武器，成为这个世界最强的男人，来拯救这个世界啊！そうか、なんですか？すごいね。没错，我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。Thank you so much， 阿公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OK， 变强的第一步就是先成家后立业，跟蚂蚁交配，生出非常多的小 baby。So many 哦，哎，儿子长大了啊，带你去打架。加油，加油，儿子，干巴爹，勇敢的战斗，帮你的。曾祖父报仇啊！干巴爹，你是我的骄傲。没事的，儿子们，你们安息的走吧。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多了，我相信你们的根发热啊，会非常的 proud of you 的。你们的尸体会把它做成武器了，我不会浪费的。素晴らしい。OK， 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一叉叉杜雷卡城，是时候了，寻找那个最强的武器，成为最强的男人。这一路上非常的不容易，你看这个红豆面包散发的气味，哼，比挖工底裤还臭啊！一股终于啊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找到了那个武器，就在这个红色的东西里面。现在我们只需要想办法的修进去。就可以完成我们最强男人的任务了。阿公啊，那个金孙有料的哦。哼，就你一直失败那边想阻挠我，慢慢等啊你。哈，直接绕过你，叫叫叫叫什么叫？没有两只以上不要叫。Bug 啊！哪里面？哼，区区小小的坎坷是阻挠不到我的。放三只失败那边在那边不让我进去，我直接刀子插上去。看到没有，聪明如我。哇，看到没有，阿公，我帮你打下了张三。快哪里？我们来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候了，阿公。你的梦想要实现了，这一路来都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，就一个人而已。哎，我忘了，我还有个老婆、哦，玛丽耶，你等我回来，玛丽耶。终于，没错，就是这一把传说中可以拯救世界的武器。时隔多年，我终于回来了。哎呦 ，What's up, Spider-Man？ Long time no see， 20年前的仇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，单挑吧 ，Spider-Man！ 你毁掉了我的一切，我要你付出代价。